有电话吗？妈妈的。983614。啊，怎么这样？你要车为什么？哦，可能转号码，没关系。林纯义啊。五彩广播，五彩广播。来宾林纯义小朋友的家长，林纯义小朋友的家长，你的小朋友在大门口服务台，请你赶快过来。来宾林纯义小朋友的家长，请至大门口服务台。等一下嘿。